外媒路透报道，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的传奇表显示，从现在开始，几乎所有往返亚洲和欧洲的货柜轮都将行经红海地区，通过苏伊士运河，仅剩下少数船只将改道绕行非洲。在美国政府升高对中国晶片输出限制后，全球市值最高的晶片制造商辉达将向中国游戏玩家提供最佳显卡产品的降规版 GTX4090D 系列，比起在其他国家销售的4090，处理核心少了大约10%。台湾2023年对中国大陆投资大幅下滑，仅占全体对外投资 FDI 的10%多，占比是几十年来最低。台湾对美国和德国的投资则是激增。外媒报道，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明年1月将访问印度，并在古吉拉特邦峰会上宣布建厂及成立特斯拉印度公司。新唐人电视整理报道。